质量样的怪挺怪不小。你别笑好不好？不笑。今天来到了东木大街。Hello。来了，小刘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给刘总吗？不要，我。你别笑啊，我认真点啊。我最先把你这个碗给扔了，你回来给我炒一份。行，那炒一份啊，这料这料都给配好了啊。配好了，配好了，就等你来吃了。啊，好，好，行行行，好，坐吧。嗯。我没想到哈，你连料都给配好了。这什么好熟练，唱杆子活，这两样的怪挺怪不小。你别笑好不好？不笑。我不骗你，这个东西摸大了肉多，就是比平时的大是吧？呲溜呲溜的，这刀工那没得说，一看就是狠人。你别笑行不行？你进了，你玩小肠了，你别说。这小东西还挺有弹性啊。这个没有煮熟了好多、啊、没煮熟了好多，煮熟了好多、啊、开炒炒好，啊，微微不错。还镰刀啊！我把它给那个划开。这锅呛糊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枪林弹雨。你的枪林弹雨炒好了，出锅哈。啊啊，好，出锅。他热气去了，看不住。放心尝。嗯，太香了。好的很。太嫩了。好嫩。好，来。到烤羊宝贝出锅喽。三香味几钱啊？那。那你得看谁做的，这个吃了觉得有用。有什么用？你没有用。对，有用。好，好。姐姐做这个菜真的是到了头了啊，没得说啊，是个羊羊。好，
味道怎么样？嘎巴脆，嘎巴脆。你别说，这小东西也挺劲道啊。真劲道的，是吧？是的。吃吧。那是不是有点太长粉了？是的。嗯。你多多少少反正有点。